Hello，我是 Sunny。这期要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，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玩具，就是噔噔噔，就是我新买了一个滑板。然后其实我动心买滑板已经很久了，从去年开始，然后最近才终于下了决心，因为感觉学一个新东西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嘛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，看看我的新玩具怎么样。There is only one of you, only one of me. There's a million of those who won't let us be. But they're not gonna see me bleed. Cause baby, I got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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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. I've been beaten to the ground, dragged across the dirt. I've been scared to live cause some people never learn. But they're not gonna. 那开箱就开好了。这款是 Lanyards 的一款长板，然后它是叫做 Watercolor。其实我知道长板会比较重，但其实握在手上还真的挺重，挺有分量的，比我想象中要重一些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其实看了很多的安装视频，以为今天过来需要自己安装这些轮子啊什么的，结果没有想到今天开箱之后全部都已经安装好，就是 ready to go 了。然后这款叫做 Watercolor，主要是因为就是它这个背后这个配色正好就是 Watercolor 水彩的颜色，就特别的清新，然后春天少女的感觉。那基本上就可以出去开始练习了。我的所有护具都已经买好了，因为就是这种人到中年开始学习一项新运动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安全措施做好，就是不要受伤，然后就是 have fun。那争取能够尽快的给大家拍出来滑板的小视频。